去他那边看信去，去吧。啊，不行，工作重要，这是命令，快去吧。谢护士长。写的字儿不多，好多都是班长和指导员教的。我挺好，吃得香，睡得踏实，壮得跟牛一样。大伙儿士气很高。你呢？村里边都还好吗？老妹儿就靠你照应了。别看她平常挺能的，从小没一个人过过日子。我们又打胜仗了，对不住，不能告诉你我在哪儿，保密。但你别担心，战友们对我都特别好，班长、连长、指导员都是好同志、好大哥。打仗了，日子肯定不比以前。你要坚强，要忍耐，没有过不去的。当兵之前，我只想为我爹，为长生报仇。现在我知道，当兵是保家卫国。指导员说，啥是家，啥是国？你保卫的是谁呢？现在我想明白了，我保卫的，就是你呀，长顺。胳膊别使劲儿，肩膀顶住了，这儿顶住了。来，不是下壳，你不能挨这枪都这么近，枪的后坐力能把你下巴给你撞折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哎，班长，要不你先吃饭去吧，我自己练一会儿。来，豁口下沿，准心上沿。来，目标成一条直线，成一条直线了吗？成了。看了吗？看了。好了吗？稳住，射击。上弹，上弹。你记住啊，射击不是说你扣动扳机那一刻完成的，是你这个听到枪声响的那个时候。但是在这之前呢，你枪千万不要晃，一晃它就歪了啊！啊，记住吗？再来，来，记住要领啊！这还叫上劲儿，饭都不吃。哎，豁口下沿，准心上沿，目标成一条直线。好了，来，好了，还行还行。行，今天到这里吧，你先吃饭去吧。去吃饭。好。这是你和班长的，多谢啊！啊，没事。班长，嗯，来，嗯。班长，我听战士们说，你就当了三个月的兵，你怎么就成神枪手了？我是鱼雷户出身，我从小摸着枪长大的。
哎，班长，你给我讲讲你当猎户的事儿呗。打猎的道道跟战斗差不多，都是一样的，你要盯住目标，然后不要慌。我过去打猎经常会碰到狍子啊、熊瞎子啊、野鸡野兔特别多，但后来你不断的练习，不断的去射击，在战场上也是，但是在战场上我面对的是敌人，你不能慌，你要不打死他，他就打死你，所以一定要稳，你心稳了，枪就端得稳了，知道吗？慢慢练吧，先吃饭，吃完饭接着来。李长顺不错，别人带不了的兵，他带着挺好。嗯，这一次啊，咱们连这老同志们是走的走，没的没。哎，这新同志能很快的顶上来，我觉得老算盘知道了，也该能放心了吧？这都好些天了吧？连长咋样啊？就是，你说他也不知道捎个信儿回来啊。哎，我问你。最近连里边战士们的情绪怎么样？咋了？新这儿啊还行，就老战士，你知道，大家没过过没有老算盘的日子，习惯不习惯也得赶紧习惯。我跟你说啊，你是个老党员，这方面的工作你得协助我做一下。日常的军事训练不能停，政治学习、识字读报、学官话也得跟上，帮助大家分散一下注意力吧。好。哎。你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可能是走神了，崴了一下。啊，走走走。举起手来，汉子阿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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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举起手来啊！汉子阿普，汉子阿普，这玩意儿干啥呢？这个费劲。哎，哎，哎，小李子，哎，你别在这鼓捣腔了，你鼓那么长时间，你过来这一起学习了，学美国话了呢。班长那些我都会，我还是先练练这个，这我不会的吧？啊，你全会啊？啊。你是在城里学的吗？对啊对啊。哎呀，你还真行啊，不一样啊。汉子阿普，你说我要遇见美国鬼子，我要冲他嚷嚷，他能听懂吗？啊，汉子阿普。嗯，班长，那你说这人管大姑娘叫啥呀？什么大姑娘？嗯。对 ，hands up，hands up， 什么意思啊？举起手来，举起手来 ，hands up，hand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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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p。但是我讲的这个真没啥用，我在战场上啊抓过不少俘虏，我只要把枪一端，我说别动。他就是堆堆在那儿了，跪地上都尿裤子了，哎，这还是什么汉子阿普啊？哎呦，根本都没有用。来来啊，看这个啊，放心，啊，来跟我一起读，普利斯，普利斯，普特当，普特当，尤和特，尤和特，美国。我说美国人他们是不是这么有毛病啊？这真没有咱们中国话简单。你说他叫什么？这个叫什么话？你说，普利斯摸他的裆。完了，班长，等会儿啊。Please put down your heart. Put down your heart. 班长，我觉得这句不太对。嗯？我觉得这块用。Don't worry 比较合适 ，Don't worry 比较合适。
不是，关键你说的我真不明白，我听不明白你要说的什么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是团部印刷的，这个指导员都检查过的，这怎么能有错呢？可是我觉得这就真的不对。哎，班长，如果我找指导员反映这事儿，这不算违反纪律吧？你真懂哈？我真懂。如果这个要是错了的话啊，你应该去找指导员。对对，因为指导员说过，一定要实事求是。班长支持你去。行，那我去了，班长。真长脸啊你！这美国话你也会？赵源，赵源，你那腿没什么事，脚伤。你进门怎么不喊报告啊？你们班长没教你啊？哦，门开着，我就进来了。下次注意啊，这个是纪律。啥事儿？哦，这个英语学习手册的事儿。怎么了？有一句话。那个说是放心吧，放心吧，用英文其实应该说是 don't worry。 哎呦，不错啊。我就怕这一闹腾之后那个美国鬼子听不明白。这可能是团里边的干事啊写错了，我查的时候也疏忽了。嗯，改过来。你这么做挺好啊。正式提出表扬，回去跟他们说吧。那指导员，那腿不许跟任何人讲，这是命令。明白，去吧。你看清楚了。指导员真的伤得那么严重？我当然看清楚了。您说指导员腿伤那么重，为什么不跟咱们说呀？我这不算是告密吧？小李子，你这不算告密，你这属于关心战友。你做的对啊，因为咱们指导员呢，你别看他长得斯斯文文的。但实际上他也是个汉子，他不说肯定有他的想法啊。但你不是告密，啊，你做的对啊。啊，那你说咱现在咋办呢？还能怎么办？马上送野人医院啊！他肯定不会去的。要不咱们这样，来，报告，进来。立地，向左转，向砍去，向前看。小李子跟你们说啥了吧？关心战友，小李子做的对。同志们，上！哎，干啥呀？看一看，哎，不是，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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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不是守龙岩峰南坡的时候吗？那个时候啊，有一个步枪给穿了个眼儿，
当时这个战场上也没什么条件，我就找了俩子弹，一边一躲。我想着这个，听听就好了。这好什么好啊？这守城半个月了，你怎么不耍呢？这道人，我咋说呀、啊？当时不是咱们连这个新兵刚到嘛，我想新兵下连队，怎么也得等连里边都稳定了，我再看看。可是那个时候，老算盘不是又调走了吗？大家伙想想，啊，咱们这一个连，连长走了，我在不在，那咱们连咋办？啊？不是，郑老爷，你说的嘛，我们都能理解。就是你是轻伤不下火线，但你拖成重伤了。你重伤再不进医院的话，你严重了以后我们就真没指导员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说的是真的，我们都知道了。说那个二分区那野战医院已经前移到新木里了，就走一晚上就能到那儿。我跟那谁，我跟栓子，我们俩送你去，一点不耽误事儿啊！啊，对对对对，没问题。不行啊，坚定不移，都回去，都回去。指导员，指导员，我跟你捋军令状。你不在连队的时候，我们几个排长一定把咱们连带好，绝不会出事儿。我同意李排长说法。赵远，平常你不总校友吗？集体生活不能犯倔，你对自己负责还是对周围的战友负责？怎么到了自己身上你就拎不清了？指导员，你去野战医院看看吧，就算为了咱一连。你给我这玩意儿整挺好啊，顶老大事儿了。哎呀，哎，你们俩服了我一夜了，咱歇会儿吧，啊，歇会儿吧。啊，这儿，哎，等等，这儿。哦，我能行，慢点，慢，慢点，慢点。啊，哎呦呵，哎呀，哎，这是到哪儿了？这是，应该到。到不远的有一个岔路口啊，再走两里地吧，应该到新木岭。哎呦，你行啊，现在会看地图了。哎呦，长顺哥多机灵！我跟你说，我刚会50个字的时候，他就会200多。我不跟他比，我的目标是2000个字。我想啊，当我都学会的时候，哎呦，我得老有学问了我。不是打穿插的时候，财神班长就说过，我不知道其他连怎么样，反正一连的每个班长都得学会看地图。说得好，行，挺好。哎，你俩也歇会儿吧。嗯、啊。张岩，你喝点水吧。行，不管我了啊。哎呀，你俩都是第一次来战地医院啊！我跟你们说，现在咱们部队这个战地医院，无论从医务素质，还是条件，都比前些年好太多了，都有帐篷了。你看，我得去找，应该找个医生，找个大夫。哎哎，你看啥去？这么多重伤员，你没看见？你别麻烦人家啊！哎，孙子，伤哪儿了？伤的腿。腿？
你是干啥呀？哦，我是武大元。啥？哎呦，武大元，好多年没听见这样亲切的称呼了。咋的不知道啊？武大元就是炊事员、库管员、搬运员、维修员、保卫员。老革命，老革命，他知道武大元。您去忙吧，我这没什么事儿啊。你拿走。那哪行啊？元宝，给你说了多少次了？你晚上不睡，白天也不睡，先把自己。我没想到啊，不是，其实应该早想到了。二分区嘛，就是安东和吉安两个军医院合并的。伤哪儿了？啊，腿！哎，别，没事，小伤。不是挺，还挺重的。哎，元宝，你照顾好两个同志，让他们吃饱饭。来，我给你看看。你真是太好了，到哪儿都能碰上熟人哈。那走啊，吃饭去吧。不是，哎，忙着你忙吧。不是你忙吧，我们自己都带着。有，那哪行啊？你们在前线打得那么苦，到了这儿，咱也得吃口热乎的。走，哎呀，你这太热情了，我们自己走。哎，好，我自己走。来，哎，哎呦，谢谢，坐下。哎，你为什么不吃？嗨，这不是忙吗？伤员这么多，得有人照顾，赶上了呢就吃一口，赶不上就扒拉几口凉的啊！哎，就算是扒拉凉的，也比你们冰天雪地的幸福多了。快吃！哎，快点吃，吃完咱们帮他们干活。小心啊！哎，来，小心！哎，一定要小心！周大夫，快来帮忙！来了，赶紧上几个人，来，小心慢点，轻点儿，别碰到伤口啊！别急啊！小心点，小心点，来，别碰伤口，轻点，好嘞，来，慢点，地上来，下来吧，来，慢点，来，小心他腿，腿受伤了，不好，护着你呢，哎，你们俩过来。你们就别跟着了，先去吃饭。哎呀，不吃也不饿。韩青同志，真当自己铁打的，一天一夜没吃东西，这么扛下去，早晚得出事儿。真不饿，那么多伤员呢。身为军人，首先就要服从命令。是。10分钟后，我们马上回来工作。是。批准，去吧。你这个属于中度感染，还没有化脓，严格来说得静脉注射，但是现在医院缺药，连生理盐水都缺，就先这么处理吧。行。但是你得留在这儿观察几天。观察几天？我得住院啊。你着急回部队是吗？不是，我的意思就是这么点小伤，都是你小子们起哄，小题大做了。本来，你别不当回事儿。你要是真感染了，你这腿都保不住了。到时候你那什么英雄连队的指导员，就得是个拄拐的指导员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说的对。哎，那个。张秋平同志说的话，永远正确。来，再来点，干活。来，哎呀，不来了，坐下，不要，坐下，不要留给他们吃，粮食太缺了，粮食太缺了，不要了，真不要了，谢谢。不合适。你们留给他们吃，哎，想多吃也没有，啊。哎，但是你说你们要吃不饱，没力气打仗，我可就犯了大错。不够再去打啊！那个哥，听人家。你吃饱，谢谢啊。来，你多吃点。
走了，咱们就去干活，你别再弄，你别再上。不用了。现在是野战医院的护士，跟你一样是军人。好好，挺好。哎呀，我真是没想到，我们是陪着指导员来治伤的。陈林同志怎么了？严重吗？我们指导员这个腿伤着了，然后护士长给处理。来，坐下，看。战斗英雄李长胜同志致敬。你这干啥玩意儿？这啥样的？不要你闹啥玩意儿？好去。对不起，我只有十分钟时间的休息，我要回去工作了。啊，哥，我咋觉得不是滋味呢？是，他们那边可能是太忙了，因为他们现在是那个战胜的，对，太忙了就是。是，我知道，不太习惯呢。啥习不习惯？啥不习惯？行，走吧，咱们得找活干什么的，咱也得帮忙了啊！走，走吧，别看了，咱走吧，看啥？咱帮看，找什么？看，走吧，不用在这看了，走吧，姐，咋样？姐，那个，黄爷你点错了，多数了一个。啊？不会吧？我，对不起啊，我可能走神了。没事儿。姐。你刚才对我哥咋那样呢？挺那啥的。哪有啊？不是，你说你这么长时间牵肠挂肚的，
这好不容易见上面了，你这么对他，他会不会瞎想啊？这是在部队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你看看你身上穿的是什么，你胳膊上戴的是什么。再说了，这以后的日子还不知道。嗨，没事儿，不说这个了。你说这些我都能明白，可是我哥呢？他能明白吗？他给我回进军里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，他也明白。长方同志，我能进吗？请进。怎么了？是看我穿这身衣服觉得别扭是吗？弄什么？我帮你吧。啊，不用不用，你坐着就行，我自己一人能行。我帮你吧。怎么弄？啊，就是，就是把这个药水，注射到这个药瓶里，啊，然后充分摇晃，让它溶解。本来这些事儿呢，都是要病人挂瓶的时候才做，可是因为咱们这儿人手不够嘛，所以哦，对，我知道，你得提前准备好。啊，我来弄这个吧。就这样晃吗？对，药粉溶解就行，晃完放在这儿。我之前给你写过信，收到了。路上耽误了，晚了个把月。那你怎么想的？你还生气吗？不生气了，早就不生气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哎呀，几个月不见，你现在是一名成熟的战士了。长方同志，哎，我真是替您那啥，就是为你高兴。拘着，其实挺难受的。你的心思，我明白。可是，这几个月，经历了太多事儿了。我相信你也一样，所以我们都
都不比从前了。哦，对了，忘记告诉你了，我已经递交入党申请，我现在正在接受组织对我的考验。哎呦，太好了！哎呦，真是！哎呦，长方同志，你真是进步了。我跟你一样，我现在也是预备党员。哎，我觉着，就咱也别绕弯子了。我是个比较直的人，你也知道。咱直说吧。战争的局势，还有你我的身份，我觉得我们不适合谈个人情感。我知道这话很伤人，但这是我的真实想法。长官同志，那个，我同意你的意见，你是对的，因为战争还没有结束，个人私事啥的就再放一边，咱们共同努力呗，争取最后胜利。